太极既然加入在我的创作之中的时候，所有太极的精神，它的刚柔并济，它的内涵啊，它的阴阳协调，都会啊进入我的画面中。动静借着打太极的时候啊，我们泼洒这个颜料，颜料也会保留这些感觉。所以太极会本身，它有太极的招式的感受，它是充满动静相调。那么它虚实也在画面中变化流转。我觉得太极会本身，它的层次绵密。然后呢，衔接的变化非常的丰富。绘画里面加进了太极的动作，那么我把颜料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放在画布上运作，那我觉得太极绘它是融合了内在的感受。然后在色彩定调上呢，取自于宇宙中大自然的色彩，它必然是与大自然合一的，有一个内观的色感，跟宇宙的色感合一的。在最后对话的时候，心灵的关照，心灵的感受能够停留在画面上，所以也与心灵合一的。希望他们能够欣赏到这个心灵层次的一个共鸣，里面有我的奋斗，有我的挑战，有我的期待，有我的等候。那我期待大家在画中能够跟我的灵魂对话，心灵相契。